欢迎 G H 啊，欢迎 G H， 别生气了，该是哄你了。好可爱，你们都好可爱。那个那些年，你说的鸡腿有没有能不能算数？好不好？都是男人，能不能说话算数？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啊！谢谢你们的点赞。欢迎可有可无的影子。我觉得我得买一双新的鞋。嗯。买一双新的鞋，这个鞋穿的蛮不舒服。之前上次买了一双鞋，结果等了一个月。等了一个月还没发货，歇了。然后他，然后那个老板说，那么厂倒闭了，鞋厂老板跑了，跑路了，然后叫我退货，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。不是，问的是钱退给你了没？钱退了，但是我等了一个月，现在不知道买什么鞋的。欢迎我们的新战友，欢迎陆大人。袜子3公分。江南皮革厂。不知道是什么皮革厂，反正买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你别催我，别催我，他说过段时间给你发货，过段时间给你发货。然后等了一个月还没有发货，我说老板，我说到冬天了，我说我都每天上班等着穿。然后他说鞋厂老板跑路了，你退款吧，然后叫我退了。有可能是江南皮革厂。摄影师已经不是我们这边的人了。袜子多厚的？我的袜子薄的啊，袜子是薄的。人肯定不是你们这边的人，至于心是不是，看你们表现了。是你们想看的可能也是我想看的，是不是？欢迎我们新站，欢迎五子啊，欢迎五子。我看一下车好不好？不老是看人的，主播不冷吗？主播不冷，主播心冷，身体不冷。看内饰，好的。